阿妹，你要背冷饭哦，这样几包来，几公斤哦。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的。大猪块来，200块一包，200而已。好吃的。人家做我家波叔外后片猪排，来冷饭后来，够三包块了哦，够啊。哇，这几包冷饭小小碗呢，来200块，都有了哈，一公斤呢，好，没关系，你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我就算了。来黄鱼来，来黄鱼要1000块八包，要来500块完了。来500块来，黄鱼要500，有人要吃黄鱼吗？这野生黄鱼杀好了，回去你红烧清蒸就好吃了。来，我不要你，你们其他我，来500块来叫前面来，开喝啊！野生的黄鱼非常好吃，来先叫前面，来500块。哎，过年是没有货呢，我可被你家笑掉，哎，人拢吃得着亏啊，我可变你家笑，来500。我要500不然你吃哦，新年快乐好不？来先叫结蛋起来，黄鱼。来500块，这样你刚才要想要银钱，我都银不出来，感觉呢？又要吃黄油？要吃500，我搁给送一杯哦。你较有？摊位啦。我也无送你，你拿500搁客着，安尼好。来，搁送一杯牛奶油。来啦，600-900块你又无得买，我卖恁500尔，真正好价。来500块，我恁拢唔知行情，我这野生的比市的较贵呢。这一块百人在卖呢，百八在穿呢，1000买无一半，7000给你。来，唔免1000，唔免800，来500块。黄鱼，来500块，7只哦。对啊，安生，你讲别人，我搁加一杯给你好吧。8000块，来500了。黄鱼来500块，来，你送的来。8只，1只60几块而已，还在考虑哦。可鲁你别不要笑我，我搁便宜。来500块来，这最好是小黄鱼啊。来500块来。大哥也要哦，来500块了，黄鱼，八尾，我后边搁加一尾落来，所以是八尾，不是七尾。哦，八只都杀好了，这个都杀好了。哦，真空包装好了，你们去用煎的红烧就好吃了。来，500块，不然叫你一顿怎样怎样吃，好不？再叫你一顿怎样怎样吃，你要请请请谁呀？来，5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黄鱼没有了，来，谁没有拿到黄鱼？都拿到了吗？都 OK 了哈，来喝，谢谢。来喝，阿贝哥讲那鲑鱼哦，鲑鱼已经很多人没有买到呢，还要卖。我求在日本哦。我买条鲑鱼开1800，收这来500块哇，很漂亮的鲑鱼，超漂亮的，又漂亮又厚。来三碟爱600，来500块，我一个人客。我鲑鱼真正买不完啊，人客你唔茫搁丢肚啊，来这条搁客顿4碟哦，你唔免800-500来这条搁3碟，来500块来，5碟哦，你来鲑鱼，最后2位的鲑鱼，赶快。来500块来包水，这鲑鱼超漂亮的。来500块来鲑鱼，500块来，5片。来500块来，进来，想吃鲑鱼的动作快啊！来500块俩鲑鱼，500块来，来500块进来。你不要白用咩？我可能我白用拢成杂波一个。来鲑鱼500块来。你来500块来。真搞我白用，我拢成杂波。哎，后尾成杂波，还作正经，唔够歪人都未正经哩，我教你弄赶快。来鲑鱼500，够上百倍了，通通拿到了哦，鲑鱼，通通有了哈。啊，谢谢你们啊。来，还存2000两对吧？来，谢管诺竟然还有啊，你到底带几箱呢？4箱。来，谢管诺超漂亮的。哦，阿伯啊，这是最后一箱啊，应该是6个客人，来300，不用了，来200块，来进攻吧，差东差西，猪肉吃火锅拢用袂着，4克号的400块买不啊，200，来7克号都送你，啊这也袂哈，来200块来，来谢管咯，来200块来，赶快哈、啊，这是真的最后一箱了，来5克号的200块来，进攻吧，来，差本差米拢用会着，猪肉吃火锅，吼微罗，进攻吧，甲当几克号，来200块来，你几个买啦？来进攻吧，来，够上不挂掉，进攻吧，来，进。5盒卖你400了啦，卖你200的，没关系啦，200块啦，来3片，4片，5片，来，来200块来，小姐要来，赶快，来谢管肉来，来最后一个了，真的没有谢管肉了，最后结了，给来抓这边来。今天啦，这五片200做秀的啦，来，我来当小姐。来1000的，小姐的。我来谢谢。来喝，这一箱是什么？小香肠来，这一箱是什么？鸡腿排吗？鸡腿肉卷送哦。哦，是每个今天出现鸡腿肉卷。来，小香肠够多少？无啊，无啊，安尼排谁？应该是4个客人，4个客人而已，拿钱快点，用煎的，用菜，用汤的，来100块完，100块来，脆皮小香肠。没有
八二八啊，八啊八啊八啊，来四个客人。帅哥，等一下，有搞我个爱心员，我唔知道请无的有搞无？一个十五条，啊，看分几个啦，有加一个较好讲。来，姜哥啊，开五百，开四百，这点卖你四百，这点卖你三五，来三百块，这点去送你，来三个人加买到姜母鸭，来三百块来有没有出姜母鸭？来三百，这两点五百呀，卖你三百去讨论，这两三三个人去，来两百块，两点拢我你，来两百块，姜哥啊，无买就较紧，来两百块来，拢准备来啊。那边好了，好吧，不一百块钱啦。大哥，我叫我来拍摄，因为只春节客啊无啊，来这人买一件衣啊，我两百块来一百块我都，我恁等于加咧做，来一百块来叫吧，我卖得卖一百啊，哦，一百块卖到几点啊？何时何日啊？哎，真的啦，买一百块而已，不要再考虑了，一百块来姜母鸭，来最后三锅了，来大哥也要来，赶快试试看的口味啦，好吃，明年还有啦，哎，来一百块最后一件。有吧？大红龙王哈，啊，谢谢。好，来飞机员，再拨一个来。飞机员，再来，再拨拨来，拨俾条飞机员，你动作较紧嘞。来，鸡腿肉卷一条40块，手工做的，超级好吃的。哦，阿哥给几百，你阿哥爱吃这个，给几百，来，免300，来200块啊，来鸡腿肉卷，有没有要吃鸡腿肉卷？来200块，来给推荐。鸡腿肉卷一条就40了呢，5条就200了呢。6条，大哥，你的物件摕起来放喺个盘顶放不要紧，哎呀，你较轻松，哦，你有车的，我来200块来鸡腿肉卷，有一个客人要吃哦，来200块，开始有塞车，来200块来5条，你来，哎，真正做好食，这手工做的鸡腿肉卷，对，针对汉类鸡块，我6条对吧？7条你200块买对吧？8条，啊不9条，啊10条你来，鸡腿肉卷来200块来，真的很好吃，来帅哥啊，别紧，来200块来鸡腿肉卷。来200块来，外这个外面真的是手工火鸡皮的哦，哦，阿来这是鸡腿吧，刚给把那做的那包诶，就好吃，弄来好不好？你哥的话辛苦，我冲啊我，我三来要冲啊我，我硬硬包包你啦，好来来鸡腿肉卷来200块来，我得要等两边要多要贵哦，来200块来，别抢来十条哩，来鸡腿肉卷来够300块了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这个人家都买整箱的，哎，不是在卖呢，家庭卖卖贵箱的呢。来200块，鸡腿肉卷，来个上门买条鸡腿肉卷，我剩下这里没有了，要买要快，来阿伯阿姐别来，别5分呀，哦，搁加一分6分，来鸡腿肉卷200，哎，剩3个人给你，较紧的，给对吧？给来6条，来8条、9条，来10条，你最后3个了哦，鸡腿肉卷，来200块不啊？最后3个人给，快点快点。新加坡鸡腿肉卷呢？来呀！来6条、8条、9条，来10条，来这边有没有人买？没买到，都买到了哈！好，谢谢，就不啰嗦了。来，收起来，这真正好吃。来，飞机员来，来飞机员，免500、400、300，来要吃200块，我讲免等，免等了，我许不落你。来，花出来200块来，来200块来。不用等了，不用等了，这一盘都给你300块买不到了，消费冷静了，来200块，多一杯酒了。哦，来，威基丸200块来，来花枝丸，谁没买到花枝丸的？来200块来威基丸，来今天水铺哦，你拿，来200块来威基丸，来今天三百块的威基丸，你动作快来，来200块来，来200块威基丸，今天今天，来200块威基丸，够300块的威基丸，来200块动作快来，花枝丸。来200块来回去玩，来阿妹妹就给你，来200块真真气气，都拍桌子，来多少包包来回去玩，来200块来，来200块来我去玩，来给你阿妹妹就给你，不可能用不得啦，要死哦，那两斤就三粒呀，来200块回去玩，弄做咩阿妹，回去玩弄咩阿妹，回去玩弄啊，来帅哥来。来200块来，要吃花吃完的动作快，马上好，马上好，干杯叔，马上好啊！来飞机员200来，来阿哥三无看到飞机员，来200块拢准备了未？有啊哈，我哪个都不了哦，哎，那我谢谢。来干杯说会再话啦。海金母一次好了，海金马妹妹。干杯说个话话来。阿北黄鱼。来，有要吃干杯说多未有？来，干杯叔来，多你几把？卖掉了，卖掉了。来，谢谢。一个人25粒的干杯酥，哎，25粒的干杯酥，干杯酥加两个，我来，我来，这边也六，来干杯酥来，三杯花掉来，我来啊，花掉就好啊，嘿，来干杯酥来，来都有了哈，他咧存3包，不啊，干杯酥卖200，来七八块，25粒，最后3个，来七八块来。
对，拿过来啊，来一个小香肠，好了，来一大哥来，来大哥来，哎，香肠好了，我来香肠来，三分的大哥也来，这几个人来小香肠，看我哈，我请你都，要开条呢，还别当没你一家啦，天哪。哦，没买到干贝酥，谁没买到？来，剩五个，剩五个人给一百块我。那剩多少？来，五个人给干贝酥，给一百块。啊，一个。来来，哎，搁一个人，搁两个人给呢？干贝酥无啊？多只，我拄啊卖完了，出来不卖掉的。来，干贝酥最后两个都有了哈、哦。来，25粒包到完。来，阿吉休息三位啊。包括你那一千块。来，三杯甲鱼啊，来。来一千块的。来，一杯500。来，一千。要做海鸡，这海鸡要大了几尾？尾头来五百，我来。剩两尾尔，一尾500，今日三要吃鱼啊？今日海鸡要？你讲白鱼都不要贵。好来，豆豆来啦，来500块来。哇，哎，啊你这几点啊？你是要吃几落去啊？来，吃呗。哦，我白，来500块几下呗？大一个人鸡买尔啊？便宜啦，这个小来500。在你500卡唔卖走啊咧，啊搁添一包啊。你迄两只拢好哩啊。哎呀，搁六包啊。我500走你啊，你搁六包啊。啊，500得。未使啦，我才搁两尾呢，是吧？有啦。安尼咁好。好啦吼，啊无你背包塑胶咧开你落。来，我过来。没啦，红梅送我，甲你买啊。卖老烦啦，我做无用啦吼。好，我摆脱了。来大乐牌来。哎，蜜汁乐牌哦，这好东西呢。来三百。啊，可以啊，我手板啦，弟啊。我手吓。有你人咧用，人咧无用，伊定要请人做工课啊，你。啊，你过忙去啊。你今日你也要招去做一摆招会会啊嘛。华语也顺便好了。来500。你吃，我一袋蜜汁热牌哦，你一袋黑胡椒热牌哦，你两种口味哦，你免500，来300块我，300块啦，来要吃热牌，较紧嘞，这两袋400-500块哦，我卖你300块，来300块来，来300，多少钱要？烤箱气炸锅，今天我请你来300，2片300，再送一片。300块来，加料料的来，然后要两袋300了，做少啊，做300斤的，特别好玩的俩啦，人家动作热炒，客人家笑哦。来300块来，真的好吃，这大热牌可以做年菜。来最后一个客人，来300块，最后一个人有无啊？来300热牌，没有了。要求这3袋500，你有咩问题？你300个你客人哦，来这样。来小姐妹，我要吗？你要吗？我改价。阿伟，你要吗？啊，不用，我还有。哎。来，黄宇来啊！阮这也讲要讲完，不是搁有讲完吗？退过来，退过来。来，黄宇要1000了，1000块来。有人要吃黄宇粗的无？做生意。来啦，这人买是袂倒啦，等于互恁斗生意啦，好不好？因为这真正足大买的啊，我爱花，真正是三位1000啊。你若要吃黄宇，一人一只，都很大只，不用挑了。每一只都超大了，不挑干没有，恁做生意来一尾500，一尾唔免500，一尾400-500，上面吃黄鱼，真的很大只，来一人一只，来300块给我，来黄鱼买300，300块黄鱼，来300，刚好要吃黄鱼，想要吃黄鱼也抢，啊无安尼啦，你买2尾啊无，2尾600，我够了啊，来500了，500块来三个人给买了，真正粗的，来黄鱼500块。就一个人去吃无？黄鱼500，我了几礼拜啊！黄鱼啊，刚才有谁买到黄鱼的还在现场？我。只能三个人去，你若唔话，我放在桌顶，我敢会家己吃。来400，来400，来这样两尾抓着来，拢完吼，啊谢谢，再给你买啊，来进来来，这一只就300-400块了，2只400块，放在桌，快走你，来400，最后一个人去。要想这两尾400块，还搁咧考虑哦。好来，都袂啊。哦，搁两支啊，吼。都袂啊。来，讲完来，讲完你广告我来，4个客人来，讲完200块我了。要食讲完的四个人给你啊。来，今日阿姨钱我来200我。200。我来讲完就好食无？问阮阿伯这妹妹就知影。来，4个客人而已哦，没有讲完哦，通通卖完了。来，200块要客人客人你。来，讲完200块来。来，200块。哎，歹势哈，敢那四个人计尔，
一边另外讲完，你别位讲完，你也吃袂好，我无爱赔，真正足香。来200块来，来四位而已，讲完。来200块，谁要吃？讲完就赶快。来200块，讲完三位，讲完，通通有了哈。来一个杯啊，来最后三个人给讲完，超好吃的。来200多有了哈，好来，别吃两只了。讲完存几盘来对吧？对啊，你们讲完。哎，小姐，后边100是哪位？看有遐坐箱咧。拢排哦，排到袂袂哩。哎，他会，他会来电，他会来电。一样，两个排到这水平，幺六了，是吧？哎，处理你啊，对啊。好啦，是过年，你等来大门咧，哪个？十几斤来大呢？好，我左嘴诶，十几斤我左嘴。公共厕所一样。公共厕所。公共厕所爱大壶啊，免大壶大温咧。来，要吃嫩鸡来，1000个，1000块来，来一人一份哈，嫩鸡啊，真正水的，比烧鹅较甜，但是较贵。来，有要吃的来，1000块我来嫩鸡啊，帅哥，要1000块的兄弟，兄弟啊，啊，不过嫩鸡无俗的，来，谁要春晚吃的拿钱，来1000块来。嫩鸡啊，你话实在无趁钱，点点多了，我去交了啦。我这样缺，你要你现在帮我包，你等我吃光没有？三个人去尔，有要吃一盘，多少三盘尔？卖要1800，来500块来，500块来，三个客人而已，两只啊，来500块来。要吃两只的最后两个人去，来最后一个人去，来多一杯来。哦，谢谢。来，小哥来。侬我未收啊，唔该。啊，我包到。走啊，走走走。来，哎、欸，干杯，输好喽！来，干杯，输刚谁买多？来，干杯，输来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帅哥嘞，你有没干杯输没？有无？有无？你干杯哦，有啦有啦有啦，有咩啦？来，干杯输来，干杯输来，多阿不三无？哎、欸，100块存3包尔无啊？干杯输，100块。嗯，奇怪，有咩干杯输噶？都无呀。好啦，谢谢，来捞一瓶啊。来捞一瓶，免500，免400，捞一瓶，无有400，唔是要啥物水？来300块我都捞一瓶，免个可乳啊，真正甜，真正好食啊！啊，又带皮，上五天嘞，4500，5500，免来300块捞一瓶，招一个人去，爱食鱼啊，今日这无钱过过来，来300块，再送一袋给你啦，来六袋，来300了，捞一片300块来捞鱼1800啦，来300块未安买啊？来，吃袂来去。今天啊，这捞一片一个剩50块，我真正袂安买啊。哦，来300块来撸一片，来300块来，赶快6片给你，这个不用问了啦，捞一片一个就八九十块一样。别啦，别你六袋300，真正袂哦，你五一新年快乐，来一个4片、5片来，6片给你，来捞一片300，够三毛袂了，捞一片，拢准备了吼，撸一片6片卖你500，300而已，不用考虑了。来底牌来。啊！恁到店有要吃啥？甲我讲紧嘞！啊！你路甲起来看看。好，虾子好，我马上卖。来，要吃铁路猪排，来200块啊！姐，等一下，我要卖大虾了。来6袋哦，你。来8袋哦，你。来，啥物吃铁路猪排？来200块做好吃。就是你咧煎铁路猪排，排骨饭，你咧排骨。到第10袋哦，你。来200块，来铁路猪排，来赶快。哎，要休息了，赶快卖卖了，地板拢起价啊！这里卖你10袋200块，来高点来10袋哦，你来，来铁路猪排200块来算，来200块这2份的，来铁路猪排来6袋哦，你来8袋哦，你来高点10袋哦，你来铁路猪排来去，来200块来，够了没？吃铁路猪排真正的作价，来6袋哦，你来，来8袋哦，你来，来10袋拢哦，你铁路猪排来200块来，赶快。没有买到的动作快一点，来6片、8片、10片给你。来铁路猪排拢买了没？200块，拢有买了没？铁路猪排，来小姐要赶快。哎，今日我铁路猪排春节了没完呢？来200块来，十袋爱400块也袂得200嘞。来6袋哦，你来8袋哦，你来10袋哦，你来铁路猪排拢买了哈。铁路猪排大真真正好吃，来弄完哈，来这样。鸭肉丸。哦，鸭肉丸。来，要吃虾来，开500块来，恁三个买。真正水的，真正大只的，你来坐虾啊！真的超甜的，不是大只而已哦，大尾搁甜哦。我本啊，我大尾虾啊，真正卖完啊，剩一半。最后一盘了。
真的没有虾子了，一人一盘，来五百块了。大的要吃500，有人要银钱给我，真好。上千没啊？300而已。来500过来。来，你们三个买，真的没有虾子了，一人一盘，然后去撒撒看看。来500，400杯，来300弄，300块来三个，别别别，来三个，二安尼话。我要来，阿婆买条虾啊，无要紧，我等下搁摕草的互恁看，爱等我哈，但是爱等我。来阿爸碗六个客人，一包800，一斤重，一斤800啦。做好加温到阿爸碗来200块我都。来想吃阿爸碗的2斤320，你吃200块我都。两包你来阿爸碗，这人摕2包等于煮汤做吃，来200块阿爸碗。真的好吃，我们家阿爸碗真的很香哦。来200块，够三杯杯的阿爸碗，两斤哦你，没啥法，来200块来阿爸碗，够三杯杯的，今年阿爸碗，来200，来多一杯哈，来今年来，最后一个让今年阿爸碗，前面两位刚刚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今年来，那边说还没拿吗？这边给你，来，来阿爸碗，来小姐，来谢谢你。来，阿哥下巴哦，够贵下巴的人客啊！来炒虾排哈！啊，你看五千有哪聊聊啊？你那个下巴，来五千我先画好啊，然后是这五千够漂亮。来，那个下巴我来，来下麦吃五千的来。证明你无。来买一千台八百面，来500块来五千。通工你无用了。会想招一杯五千的无？来500。没有了。500，有人要吃五千无？我请问邀请我个客人，来500块来。来招一个人去吃吃乌秋来，来500块来黑仓，超漂亮的乌秋，来500块，好不好？人爱吃乌秋的无？来500，三杯给你。Hello， 黑仓很漂亮的。其实是肉皮的。人家做素颜的乌秋嘛。来500，乌秋。因为它黑黑的。我当作肉质来卖你了，来500块来。这两三来，恁三个买买，问下啦，无手出俗的啦，400-800块的鱼啊。要吃草鱼才会枪晕。700-600来500块来，黑仓来500块，三个客人而已，无乌青啊。来500块，有人要吃乌青的无？来500。你看，三个对台湾乌青是宝贵的。你过来加班哦。等你了，你。你吃鱼啊，等我一下，我等你时间花完。来要吃狮子头来200块，三个人给两个啊。三个头来200块来，真正好吃啊！煮汤萝卜、煮花蛤、卤白菜卤，来200块来。来你四个人，来你三个咩？来，都我哋人啦，三个客人都卤白菜卤的狮子头。来，只有3位哦。来200块来，最后一位了，狮子头。最后几个人？来200块来，就一半了，对吧？来200，好来。有人无买着狮子头无？有啊，拢买着，剩一半200啊，买起来讲起。来，阿要食鲑鱼下巴来500块我。真鱼啊，足肥哩，鲑鱼下巴起来我。2包一公斤，爱卖你话者45一公斤45。大斤卖30-33，老要吃500块的鲑鱼下巴来，500块有水无？还有。来500块来，招头一个要吃下巴来，来500块来。好，没关系，来想吃下巴的钱拿快一点。